Olivia 坐 school bus 上学。隔壁的双胞胎 Ryan 跟 Ashley 跟 Olivia 差一个礼拜，比 Olivia 早一个礼拜生。Stop it! Stop it! Hey, stop it! 不要闹我，我要阿公说要看我们的 expedition。好。对啊，我顺道照你照 expedition 照个 10 seconds 而已，太短了。好了，上 school bus 了 ，OK。Have a nice day。他们三个以前常在一起，他们两个常到我们家来游泳。You understand the bus is over there, right? 他们家就在我们后面，就是刚好在后面，背对背这样子。院子接着院子。这是双胞胎 ，Ashley 跟 Ryan。好 ，school bus 来了。这是哥巴是双胞胎的妈妈，六个，现在六个。以前不可以坐 school bus， Victoria 跟 Angela 在读中学的时候。我们要付钱，后来可能是隔壁的犹太人跟香港那对夫妻去跟学校吵，因为 bus stop 就在后面嘛，就在家里后面，而且他去跟他说，我们家不到学校，离学校不到两迈，看你怎么开，看你车子怎么开。他就跟学校这样讲，后来我们也可以做了，不然的话以前做是一个月好像要30块、40块，但是他根本都不查的，所以以前 Angela 我还是让他做，就是也没付钱这样子。OK， 这些树，落叶才刚扫完。马上又满地了，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绿色，所以
还要等，除非来一个大寒流，然后整个干掉。OK，Coyote 那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。所以把我吓一大跳，因为 Olivia 刚走过去，吓我一大跳。如果万一他就离他大概一尺、两尺的距离而已，要是他就冲出来咬 Olivia 一口，哇，恭喜 Olivia， 太恐怖了。哎呀，听那个犹太人邻居说，好像有好几家的狗都被咬死或者怎样，然后有很多松鼠的残骸，松鼠兔子的残骸，都是 Olivia， 哎，都是那个那只 Coyote， 那只像狗一样的那个 Coyote 的杰作。阿公说要看我们家的 expedition， 还没有看过。这辆车就是我妈妈过世那一年，我回台湾回来以后买的。expedition 坐起来，我朋友说有一次我载他，我们一起去买东西，他说坐起来像坐战车一样，很大，可以坐八个人，坐起来很舒服。本来想说，我们如果一起去旅行，阿公阿嬷也来的话，可以坐八个人 ，OK， 然后。这边这个椅子是可以搬起来的，然后让后面三个人坐上去以后，再把椅子放下来，然后中间这一排又可以坐三个，然后前面坐两个。OK， 这是 Expedition， 只有2007年那一年做的有这个加长型的，所以后面也可以载很多东西。嗯，只是。没有想到买了以后，其实我们很少远行，很少去旅行什么的，除了有一次深圳在 Kansas City 的时候我们去了。 OK， 就是开个 expedition， 这是大概是，然后还有一次好像深圳带他们三个小姐去 Houston。好，这就是 expedition 啊。OK， 因为深圳说阿公有在问，所以叫我录回去给阿公阿嬷看。OK， 好。OK， 这是我们的truck， 深圳现在就是开这一台。然后佩轩是开那台小车去上班。OK， pecan 树叶快掉光了。好。